亲爱的观众朋友，平安！欢迎你们继续收看空中圣经学院《马太福音》三十五集的研读。今天来到第二十八集，啊，我们看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的第二十三章第一节到十二节，请看。那时，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论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 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他们把难当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裳的穗子做长了。 喜爱宴席上的首座，会堂里的高位，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安，称呼他拉比。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师傅，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天上的父。 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你们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你们中间谁为大，谁要做你们的用人。凡至高的，逼降为卑；至卑的，逼升为高。根据学者的研究，《马太福音》记述耶稣对文士和是法利赛的批评。 反映福音书成书的时候，可能是呃公元的八十年左右。在那个时候，初代教会与犹太会堂呃的宗教领袖之间的那一种的张力，那这一种的修持呢，固然是呃针对外在的张力，也就是说，呃第一代的基督徒在耶稣离开之后，慢慢组成的教会。 大概可能在公元八十年吧，呃，这一些的信仰的群体教会跟犹太的会堂有一种的张力，所以这种的张力呢，形成在这个福音书里面，我们读到对法利赛人文字呢相当严厉的批评。这是好些福音书的学者的讲法。不过呢，这种的讲法呢。 也不完全呃描写这个的现实，这当然是一个可能性。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说，在福音书里面所说的这一种张力，可能也是对群体里面的一种的提醒，不见得只是应用在批评所谓的法利赛人跟文字的这样的一种的对象。为什么会说？ 呃，这一种的提醒也是对群体里面有意思呢，因为我们仔细在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发现争排名、争做老大，并不单单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的问题。有哪一卷福音书是没有记载门徒比较？有哪一卷书不是直接或是间接的告诉我们？ 门徒常常争论，谁为大的呢？观众朋友可以记下来，往后看一看圣经。马太福音的第十八章第一节到五节，马可福音的第九章三十三到三十七节，路加福音的九章四十六到四十八节，其中大家记得最清楚的，就是雅各、约翰兄弟拿到耶稣的面前。 说、so, 你德国的时候，让你我们一个在你左边，一个在你右边，然后门徒听了都非常非常的不高兴。为什么不高兴？因为如果说雅各、约翰兄弟坐在耶稣的右边跟左边的话呢，他们俩呢就比其他的人更重要、更大了。这门徒觉得不满、不高兴的，因为他们也不甘低于约翰跟雅各。 就算是在约翰福音的第二十一章的二十节到二十二节，也隐隐约约的看得出门徒之间的那一种的增进的张力。我说的就是，呃，彼得在耶稣三次的问他“你爱我比这世更深吗？”之后，肯定彼得将来要为福音的缘故。 呃，为了神的缘故，要被杀、受害、殉道。在这个话讲完之后，彼得就问耶稣说：“这人将来如何？”他说的就是那个主手爱的门徒。呃，耶稣回答彼得说：“这人如果说我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彼得的这一问，就有一点点的那种，呃，如果说我是这样的。 将来我是这样的下场的话，这一位是怎么样呢？你看四个福音书，或直接或间接的，都有让我们看见，呃，早期的使徒门徒们有这些竞争、排名、争论谁为大的。所以这样的事情不仅仅发生在公元八十年会堂与教会之间的冲突，就是很早期的时候，跟从耶稣的基督徒。 跟从耶稣的门徒已经有这种张力。说，法利赛人文士所做的是让人看见、让人欣赏，可是我们不也记得在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其中有一段，六章的第一节到十八节，我们也曾经，呃研习过的。耶稣不是提醒听他讲论的人，包括门徒还有其他的人，行善不为人所看。 祷告不为人所知吗？当他这样讲的时候呢，就假设了有一些的呃听众呢，包括他的门徒、他的呃群众，会有这样的一种趋势，就是想让人知道他们行善，让人知道他们进前祷告、进食等等等等。所以，这不仅仅是犹太会堂宗教领袖的问题。 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不要以为哦，这是犹太领袖的问题啊，这是公元八十年教会跟会堂之间的冲突，所以讲的都是都是犹太人的领袖，都是内线的文士法利赛人。不，这边讲的也是教会里面的问题。刚跟我说了，门徒之间也争论最伟大，门徒之间也充满了尊敬的味道。 门徒之间也有人在他的行善、祷告、进食里面，似乎想要让人知道、欣赏的这样的一种的趋势的。所以，这不仅仅是批评当时候的宗教领袖，也是对耶稣的跟从者门徒的一个的提醒。所以，因为这样子，这段的经文对我们也有意思，就是你。 这不单只是两千年前教会的问题，也是两千年后今天教会的问题。说的更准确一点，是今天教会领袖的问题。我们必须要把一点说的清楚的，呃，就是耶稣没有否定领袖，他倒是警戒，必须便是。 领袖的言说和生命的距离，我再说一次，耶稣没有否定领袖的重要性，不过呢，他是警戒我们，必须知道领袖的言说还有他的生命的距离。如果是理想的，这个距离是应该是越来越近，最理想的就是。 言行合一，让我们觉得沮丧难过的是说的一套，做的一套，所以外表是很虔诚，实际是另外一回事。过去强调言行一致，言说生命相符，往往给人一种很八股的一种感觉。呃，不仅仅是信仰群体了。 就是社会也是这样子，你会看到今天的社会，呃，不太看重一个人的言说和他生命之间的那个距离是如何的近，会很明显的将两个的分开，很看重一个人的功能性，呃，他能做就好，呃，跟他的生命是完全没有关系的。然后我们也会说，专业只有他在专业上面表现的好呢。 其他的东西呢不很重要。如果说我们仔细来看一看呢，不仅仅在教会内，在教会外，有很多的变化，有很多人的下坠。因为慢慢的人就会发现呢，一个人再有才干，再有恩赐，如果他的生命出了问题呢，那些才干，那些恩赐，早晚也会成为带来重担、带来问题的，不见得会带来群体，无论是社会是教会，带来福气的。 这一种的，呃，转变呢，越来越多的让人看见生命跟言说之间的那一种重要性，或者说表里一致的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然的话呢，有再大的能力、再大的恩赐的人，他就可以做更大的恶，加速社会的下坠，就好像说。 有人曾经这么讲：学位与人格没有必然的关系。也就是说，一个人他可以有很高的学位，可是他的人格不一定很高。反过来说，一个人没有什么学位，甚至没有机会接受教育，所以他的人格不一定就是低下的。可是我们这个社会呢，呃，看的呢，是可能会看学位，而不太看人格。 我们社会看的呢是可能一个人的才干，他挣的钱，他开的车，他住的房子等等等等，而不再在乎他的人格是怎么样。宗教领袖的生命与教导也没有必然的关系。如果说在社会里面学位与人格没有必然的关系的话呢，在信仰群体里面，宗教领袖的生命与教导也不一定有必然的关系。 当然，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呢，其实是呃觉得非常难过的一个的现实。可是这是一个铁一般的事实。现代社会可能需要比前人培养更多有辨识的、有勇气的人。不然的话，今天常常听到就是说“对事不对人、啊”呢，就不管那个人怎么样做得好就可以了。 呃，不管呢那个人多么的，呃，不管那个人多么的不好，他把事办好了就可以了；或者说，不管那个人呃怎么好，他办不了事呢就不行。我们是从这样的一个的角角度，反复，仿佛是人跟事是可以完全的分开。然后我们看，我们很看，然后我们很强调专业了，能干了，就把一个人和他的生命的本质是完全的切割。 呃，而这个长远来讲呢，是对于社会、对于群体呢，是带来损害的。表里不一的领袖，自古皆有，但由于资讯的发达呢，今天的问题比前人更加的严峻。领袖不仅仅是宗教的或是社会的，都应该是有所担当的人，应该是表里一致的人。 对领袖只讲求功能和表现，这个群体早晚要下坠。不仅仅是教会，社会也是。如果我们想要的领袖只讲功能、只讲表现，这个群体是早晚下坠的。一个没有担当、不愿意济弱扶倾的一个领袖。 建立的必然是一个冷漠、凉薄的组织。冷漠、凉薄的组织讲求的是素质，带领的领袖计较的是曝光率、荣誉、别人的恭维。拉比将系于头和手上的带加宽，确保每一个人都看见。 现代的领袖将自己的名片写得满满的，接着不停的奔跑和现身，确认自我，并且以出席各种不同的场合提醒别人自己的重要性。这不很像《耶稣讲论》里面的那一些宗教的领袖吗？好几年前，我在一个宗派里面参加一个国际的会议，在这样的一个场合。 自然就是难得的普光的机会。有专心、有专心工作，将将这个会议办好的同工，那也有一些的宗教的领袖，很计较这样的普光的一个的机会。像这样的一个国际的场合，如果能够站上台，讲几分钟的话，照一个照片，搬一个纪念品，呃，那是一个普光的机会。 那是一个可以把这样的影像、这样的信息传到很多很多世界的角落的，所以就有呃一个的宗教领袖，他没有被或邀请上台发言而耿耿于怀，他甚至呢私下写信投诉负责人办事不力。可是我们参加这个会议的时候，发觉整个的会议办的挺好的。 就是因为没有邀请某一个人上台，而引起这样的一种的投诉。也许看自己看的比别人都要大，甚至比整个的会议都还要大。这是很可惜。这样领袖的身影是一个怎么样的身影？这样一个领袖带领这个群体，会是一个怎么样的群体呢？ 信仰群体的侍奉，社会国家的服务。如果图的是个人或者家族的利益，争做领袖的位置，争取曝光，名片印的长长的，网络铺设深广，借着种种的方式，希望别人记得，享受别人的恭维，这些几乎是必然的。 因为这一切都指向更宽的网络、更多的人脉，最终就是更多的利益。如果信仰群体或是社会的领袖或者精英知道天赋是他们终极负责的对象，他们一定不会计较有没有人认识他们，他们也必然不会因为座位安排而生气。 也不在乎有没有人尊称他是什么主席、会长、总裁。他们心里很清楚，在造物主的面前，跟随着基督的背后，他们不过是仆人，他们不过是佣人，而其他的人都是他的弟兄姐妹。亲爱的观众朋友。 在看这一集的时候，让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是领袖，你是社会的领袖呢，还是教会的领袖？你是人眼中看为的那个精英吗？如果是的话，那我就再问你一个问题：你会因为别人不认识你，没有把你放在高位，没有尊称你，你不满吗？ 如果有的话，我希望今天这段经文，耶稣的讲论，能够让你对自己的身份有再一次的认识。我们不过是领受神而来的、托付给我们的才干或是恩赐，真正量夺我们。 真正是我们生命负责的，是那位天父，是我们所跟随的耶稣基督。我们没有必要极力的去图别人的肯定和赞赏，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也不为别人，我们也不会因为别人疏忽了我们，没有看中我们，而心里面觉得不平。 甚至不高兴，甚至产生一种奇怪的一种的想法，甚至行动。亲爱的观众朋友，你是精英，你是领袖吗？无论是国家，还是教会。然后让我问你第三个问题：如果你不是精英，不是领袖的话，这个问题对你来讲？ 也一样有意思。信仰群体或是社会的领袖精英，如何能够真正认识自己是受托的身份呢？一般的领袖精英，无论是教会里面的，或是外面的，究、就、竟、是、怎么样才能够真正认识自己是受托的身份呢？ 我在想，如果说我们能够清楚的知道，教会的主是耶稣基督，我们整个生命所要彰显的，不过就是耶稣所说的：“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然后我们也明白，我们的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所有人万物都是他所创造的。 也许我们会看到自己不过是受托的身份。如果我能，我们能够明白，我们之所以有这样的才干、这样的位置、这样的身份，并不因为我们自己比别人优秀，而是我们也不知道一个情况之下，我们生来就有这样的一种的条件，也许是在一个比较好的家庭环境。 也许是学习比较快，也许是比较聪明，也许是比较能干，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得到的这些东西。有很多时候是与生俱来的一些的条件，这些是恩赐，这些是恩典。如果我们好好的去使用，成为别人的祝福的话呢，这受托的。 就会成为一个流通的管子，成为多人的祝福。如果我们不知道这是受托的，我们认为是我们自己可以正更加的，呃，爬上去，更加的成为成功的一个人的话，也许我们会运用这些的条件，建立自己的名声，建立自己的权利，建立自己的网络。我们这样做。 是会越来越离开这位天赋。我们这样做是越来越离开我们所跟从的主。结局几乎是可以预定的。我们会使别人活在很重的担子之下，别人的生活，我们的生活，都会在苦痛的里面。亲爱的观众朋友。 我不知道你们是领袖精英不是？我想一定有一些的观众朋友是，也有,有很多的不一定是。这个经文并非与我们无关的。如果说我们能够明白、知道、听进去的话，领袖精英的没有必要把自己看得太过重要。 不是领袖精英的，也没必要去奉承、谄媚所谓的领袖、所谓的精英。我们都是在主的恩慈的里面蒙召、蒙怜悯，成为的一群。求主帮助我们，彼此守望，彼此帮助，建立各自的生命，建立群体的生命。我们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的谢谢你，你帮助我们认清我们自己的本相。很多的时候，我们有的条件会使我们看不清自己的幽暗，甚至因为这些条件，我们更加的会为自己来盘算，更为自己来计划，使得我们忘记了主的恩慈，离开。 主的道路，求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位的观众朋友走在义道上面，紧紧的跟随你。我们中间当领袖的，学校主耶稣基督，服侍别人，成为仆人，不以自己为过于所看的。求主帮助我们听众，求主帮助我们观众朋友，我们不是领袖精英的。 我们也合乎中道的看待自己和别人，让整个的群体在神的面前是一起的成长。这样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